欢迎光临地外，此时此刻，一个商业良机就呈现在您面前，面积 7.4 公顷，地理位置绝佳，可做商业用途的一片土地正在出售。这无疑是备受瞩目的悉尼北岸有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商业机遇。这块土地距悉尼城区仅有19公里，地理位置方便，发展空间巨大，和曼利海滩近在咫尺，与商业中枢瓦瑞嘎购物广场也是隔街相望。园区内草坪花园应有尽有，环境优美，正门设有安全港，另有其他出口分别通往 South Creek 路、Campbell 街以及 Inman 路。这片土地是一家叫做 Roche 的药厂的商业园区，健身房、壁球场、网球场以及咖啡厅、餐厅一应俱全。 Roche 的总部在这里已经留下了50年的历史，这里被 Roche 规划的井井有条，写字楼、仓库、生产车间以及可以容纳390辆汽车的停车场，虽然目前是公司用地，但是这里的周围都是居民区，附近也有学校和运动场。在征得政府的同意下，这里可以转变成社区用地。在这个蒸蒸日上的社区空间里，无论对于新兴民宅还是对于休闲娱乐的商业场所的需求量都相当的高。在此 Cushman and Wakefield 仅代表 Roche 诚意邀请各界商家前来咨询洽谈。接受项目意向书的截止时间为澳大利亚东部时间8月28日下午4点，预购从速。